当知，力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，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？这欧益大师讲得好啊，无量光寿在哪里？就在现前啊，就在一念，一念具足一切法。啊，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了。啊，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帮助我们的，让我们真正相信一念具足一切法。啊，我首先我们要相信，啊，离开一念，阿弥陀佛名号就没有了，而离去阿弥陀佛名号，何有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？我们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名号，我们要想证得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啊。这是什么阿弥陀佛了？是自信阿弥陀佛。自信阿弥陀佛就是明心见性，心性就是阿弥陀佛，心性就是无量光寿啊，愿生思之，愿生思之啊。这是欧益大师苦口婆心的教诲呀，啊，句句都是诚谛之言，句句都是自信流露啊。啊，底下一段要解人，该所持之名号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念的这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或者就念阿弥陀佛一样的莲池大师著创随笔里头有一则啊，记载住，曾经有人问他：“你怎样教人念佛？”莲池大师说：“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”那别人问他了：“你自己怎么念法呢？”“我自己念阿弥陀佛。”没有南无两个字啊，这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他说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，我这一生死心塌地，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经上叫我们持持名号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就念阿弥陀佛。那叫别人呢？别人呢，对极乐世界未必有信心，
未必真正愿往生，所以加上南无，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。